袁瑾，当年你被仇家所害，家破人亡，拜我万路门时可是曾发过誓言的，要绝对忠诚，永不背叛。可今日你竟残杀屠门，入万路门时你们都曾发过誓言的，要绝对忠于万路门门主，永不背叛。今日我陆昭瑶拥护厉陈兰为万路门门主，还有谁不服？咱们该听谁？我不服。我知道你不服，当初你费尽心机想抓住我和秦芷烟的把柄，欲将我们逐出万路门，只可惜纵使你机关算尽把我带到他面前，他却没有把我怎么样。两个秦芷烟性格相差甚大，原来如此，原来院子里的另外一个秦芷烟是你。原来你一直都活着，原来你一直都陪在他身边。